好，这一场绝对过。哦，这个队伍完美。这不能打太快哈，打太快他跳不起来，第一次跳不起来，所以我们这边停一下，稍稍想一下，稍稍想一下。很好，完全没有水晶。暗珠还是暗珠？暗珠还是暗珠？好，谢谢追随。暗珠还是暗珠，但是场上没有暗珠，非常的棒，非常的棒。好，现在场上的暗珠非常的多，总共有七颗，有七颗暗珠。做了三四，感谢小童没有幻化火口。等一下好不好？等我提醒，再提醒我。掉了吗？还差一回合，其实还差一回合。你这边先大概消一下强化值，大概消一下，做。OK。开。全部送给他好不好？把全部都干，这样有六星吗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哎，一二三四五，五而已耶。哎，我没有开到机制哦，干你老师嘞！我忘记开机制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好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啊，没有关系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，这地方其实我们先看情况再决定要不要开龙科，先看情况。如果新珠很少的话，再开龙科。两组星应该就不用了，两组星应该就不用。哦，像这个情况可能就要开龙坑，这情况可能就要开龙坑。我就是反骨，我就是不开，我就是不开龙坑。但是以防万一哈，还是开一下比较好。好，来到这里。OK，
好，这样。完美。好，这边呢，我是觉得我们磨一下 CD 好了。这边补得回来吗？我个人觉得应该有点危险，直接开好了。好，好，最后面来到王冠哈，王冠的部分呢？欸，王冠怎么打？看都是都，好想到王冠的话，小电视吊起来，给我吊起来。Yo, baby, yo, yo, 不能手消木，请记住。干，好可怕，超可怕！等一下，啊！哎，我消到五了，我消到五了，五 combo， 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我要死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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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要死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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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五十！五十也能通关，五十也能通关，好不好？没有消到双速 combo， 一样通关。短珠靠赛，轻松自在。没有算好，完全是意外，完全是意外。